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海量的、哦、玻璃石器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二十几个非常多海量，你放在家里，客人多的时候随时拿出来招待客人都可以用这一个。它可以装水果沙拉，然后还有我们的优格，都很适合用这些来使用。哦，那这么多亲朋好友很多的时候，不怕我们的碗盘不够。哦，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